多两张。对，自己测会再加二。哎、欸，现在是红色。可是好处是你可以看到你自己那一家的手牌。哦，是哦。对对对。花抽两张看你牌，不管你是对还是错都可以看。这是什么啊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丢丢丢！除了手牌数量最少的玩家外，其他玩家随机丢弃手上的牌。对，然后丢到跟最少的一样。那我们手牌数都差不多，所以没有丢了。对啊，刚刚没有，就只有刚那个加四加六的丢丢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真有，这游戏真简单的，真好玩呢。哇哇哇！哎呦哎呦，没抽很多啊。给你的也不错啦，我的牌。那什么，你的牌是我的牌？乱讲！这是我的牌。阿静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不是哎、欸，我没有哎、欸，出事了耶！哦，是要加下去是不是？阿静，你可以直接，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直接按？怎么能按啊？可以可以，直接戳那个加四就可以了。可以啊。对，可以可以，你就不按质疑或那个，你就直接戳下去就行了。对。我们换个黄色好了。你这样怎么玩哦？哦，所以是啥？我不记得你的到底是什么。完蛋了，我们要赌赌看它是不是黄色吗？谢谢喵哈。应该不是。他也在抖哎、欸，出不来，怪怪的、欸，是不是有 bug？ 出事了吧，怪怪的吧。那、啊、没关系啊。那可以，它不是黄色。那、啊、没关系啊。啊，那我想抽一下别的。四四能一六嘛。哦哦，那我们再换一下哦。那我们继续黄色好了。不是你说换，这没有换。有吧？换的意思是改变，这没有改变。大家怪怪的。我们换了黄色。没有，原本就是黄色。我们黄色，它是一样的黄。可以吧？我质疑成功哎、欸。没错，他的牌好恐怖，我感受到。你有没有回去玩啊？没有，但我有加二。好哎、欸。啊，这种牌变多哎、欸，我会难过。加吧。那我也有加二。也有加二啊！那没办法喽。哎呦，哦哟，加四。那我刚刚不想抽那加二，就是因为我看到阿静有加二。啊，这个胜利牌组没了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想说有回转的话，我就可以丢在巧克力头上。啊，先静一下吧。哎、欸，这样是小雨要赢了啊！哪有，我很多牌。三张要赢了。很多张，很多张。我看有没有什么功能可以用你。哎呦呦，很多很多，不够多，不够多，再多一点。我至少抽到十五张吧。你要转弯了是不是？有失误了，失误了、啊、最多可以有几张手牌？哎、欸，没有上限啊！没有上限啊！今天来挑战极限啊！哎、欸，你差一张哎、欸，可惜呀、啊！十张的话就可以看一个特效了。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你还想要吧？你想抽吧？啊，不想啊！红色我有啦。啊、我们至少不让他玩，啊、我们两个玩就好了。真好玩、欸，好难过哎、欸，抽不到牌哎、欸。你看他怎么没有红色啊？干嘛、啊？小雨这么想玩游戏哦？哎呦，好想玩游戏、欸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那个哦，对面交换手牌。小雨，哦，那阿静，你可以尽量去玩喵哈。有有，我们先持续红色，先持续红色。没有红的啦。阿静，弄喵哈，弄喵哈。等一下，没有宅了。哎、啊、喂，我很哎、欸，可恶，他指定换了。那等一下，待会见了，待会见了。好，待会见。那他是哪一点牌？是哪一点？没关系，我加你巧克力。哦，你不要！哦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还好，还好。不是哎、欸，不对、欸。换一下嘛，我们确定啊。不要换。换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帮他了。没关系，我换回来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是哟。他都是蓝的哦。所以我又忘了哎、欸，这个什么意思？我要有吗？还是什么？你没有蓝色，你不能有蓝色。哦，我现在不能有蓝色。对、哦，那我没有，还好。嗯、啊，真的吗？自己拿，快自己拿！真的吗？你明明就要，真假的？啊，我就忘记了。
抽啊，你还是要抽啊，干嘛啊？你还是有抽啊。哦，不错啊，我跳不过，没关系啊。完了完了，指定了，换走了。他是那个啊，五八九啊，蓝的，蓝的五八九啊，蓝绿的啦，你是色盲啊，蓝绿色盲啊，我看不太懂啊。喂，接起来！哇哇哇，一口气呢！哎、欸，好玩，很多白哎、欸，慢慢出啊。怎么又改变了？他怎么变这个？哦，好了，这个。哇，你一直在变色呢！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手牌就怪怪的。我们要跳舞时间数字，只能出数字牌。哦、啊，出功能牌就自己要抽牌，对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是啥？随机牌。随机牌。什么意思？直接出？好酷！它是很快，这是玩的哦。对，它是随机的，你出了才会知道。哇哦！我要出来了，我要出来了！会赚了，会赚了！太嗨了吧！哇，太可爱了！好开心耶！我们一直转呢。哇，那我没办法啦。那再来换一下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没关系，喵，给你，喵，给你。好，可是我哎，这样他们两个可以玩了。你们这样就玩过了。我们想要再玩第二次啊。他不是玩的，我不玩。我就贪心呢、啊，我不是禁言的啦，我不能讲话。我们也没在要玩玩那个手牌，只是想出那个。对啊，只想出他而已。根本只是想出啊！你完了完了。去去去！完蛋了完蛋了！哦，因为现在不能我要我要对，都会抽牌，不能出特殊牌。哦，结束了，没了没了，很皮呢。转一转，突然牌变那么多，刚刚转到谁那边了？哎，哦，我一直出，你这跳舞红萝卜。天天啊，我们牌差，我们牌差不多啊。干嘛、啊？差不多啊，我想看一下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总是换我，不是换阿静。因为我那边有加牌，会加到我身上，我不能丢给他。好危险哎、欸！你可以加小雨。哎、欸，我又听到。啊？不然你把那个牌给小雨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刚刚你要小心，他加。哎、欸，但杰哈你死定了、啊！好危险哎、欸，他身上有两张加二，很刺激哦。那个牌我听起来有点眼熟哎、欸，那个好像是我之前的牌、啊，是你之前的牌、啊。哇，连续哎、欸，加四，这样就加二，这样就加二啊。好乱哦，它是插入不会叠在一起啊。这副牌，哎呦，有了，我想要多抽一点。我这个，什么？继续抽啦。啊！我抽卡，抽卡，你要什么呢？你可以质疑我。我觉得要质疑他。我不要、啊。这肯定要质疑的吧？我不要。我是抽出来的、欸，你这不质疑很奇怪呢、欸。开始会玩吹牛了。你都不要骗你，你让他牌给我。好。这样以后。哇，他们两个在互换手牌、欸，哎，怪怪的。洗牌啊。太无情了吧！我看一下啊，我觉得怪怪的，他没有问题。出事了吧？怪怪的哎。没问题，小雨没问题，我检查过了，没问题了，没事了。没问题是不是？对。绿跟蓝，不要理他。你让我出一下，喵哈！你真的很皮耶。哎，你很皮哦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按，因为你没按。哎、欸，我按很快、欸，还没有。有人那边超快。你要先按再出。我反了，可恶！我这个漂亮，哭哭呢、欸？送你开心牌牌。哭哭呢、欸，小雨。你要出这个？你好污了哎！我跟大家讲，我是蓝色。是蓝色。哇，他污了！你好开心哎、欸！哇，你然后对面一直在抽牌、欸，还是蓝色的、喔、
哎呦，我是不知道啦，可是我没有蓝色的啦。哦，我不会，我没事啊，哥哥哥。拒绝，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啊，我就试试看啊。我有这个啊，哎啊，对，会轮不到我。哎，是他没有红的，他没有，他没有红的，他没有红的。哎，你也抽太多了，我有好玩游戏。你想玩好玩游戏是？对，没了，完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牌的红色跑哪去了 ？Hello， 红色嘞。你刚刚听说是一张牌啊？那、啊、现在怎么那么多了？让你再抽啊！没红色是不是？继续抽。太多了啦！抽一下再抽。然后再抽。还有这个数字。哎，有了。还有了，有了。换个颜色。哎，没有加二了啦。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都出完了，刚刚。我刚刚有一个丢丢牌，我想说有没有他剩一张牌？如果出丢丢牌，我应该也会剩下一张。小林这把先不要玩了，再等一下。没事，我还有别的牌。啊，你们加油啊！我想玩丢丢牌。你多出一点，再出丢丢牌。把牌搞臭再给别人。就是这游戏的精华啊，不然呢？多出一点啊！哎呀，还有变切入了。哎。这样阿金可以多玩一点啊。倒白，换颜色了啦！这不就出了？还换颜色了，大家。啊，你没红哦，那早知道我不切了。也没有其他的啊。换了，换色了，换色了，受不了。哎，这人怎么这样？抽卡。完了，没有绿的。哦。没有就抽。啰嗦！哇！哎呀，还有小雨，我是不是上一次的那个虐人跑到这一局来了？对啊，你是之前加速，这游戏好好玩啊！好啊，我自己抽到没办法，我换一下哦。好猛，好猛，好狠啊！欠级了，欠级了，换颜色喽。然后又是红色咯、哎、我有了，我刚抽很多了，抽死亡的声音。哇哇，我想玩游戏啊！还有，真的不少。那我先试试看丢丢牌。哇、哦，它自动丢哎、欸！而且是大家哎、欸！万语人真的好哎、欸！是所有人，你就这样，好扯哦！无情丢丢牌。哇、哦，我们都剩两张了，除了喵哈。好难哎、欸！哇哇哇哇！他还有指定人，不是没杀，完了，那张也出不掉，因为他没有红色吧，他出不掉啊，不用紧张，那是黄色的，不用紧张。你骗人？为什么？我怎么骗人？他最爱骗人了，骗人了，他还可以再换，这不会骗人了。我这是红色，不要紧张。我跳过他，哎、欸，好扯，好扯！那、啊、你这样子，哇哇哇，他们两个都要赢了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我是这个、欸，是什么？我是问号牌耶、欸！有问号牌，嗨起来！问号牌耶、欸！那你死定了啊！哇！你为什么不出你的问号牌？因为我有其他可以出的，我当然先出、啊。就出数字牌、啊。完了，他最后那一张他一定赢啊，除非可以让他加牌。除非你们有加牌，不然我就赢定了。我没有啊，没有你还。哇，转、欸、啊，不是啊，那你就让他赢了。好哎，他这个一定出得了啊，无情功能。这么快啊！好关键的哦，好扯，太狠了。我们再换别的 DLC 了。我刚刚也没办法，我刚一般牌也没得出。所以我只能先出功能牌，只有问号。看离开游戏，哇，那丢丢好酷哦！对，而且没想到都大家一起，很嗨耶！所以我刚刚原本想说，你那时候要乌的，我轮到我就要丢了，就来没有机会，来不及，不然就全部人都一张牌。没错，就是纯看运气，而且它是随机丢掉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超运气。我还是先开一好了，因为那个反转开二会有点复杂。哦、oh, ，好吧。
下面一二，就是有没有组队的？对、那個。要去哪玩 ？Steam 游戏。没错。那可以去个厕所吗？可以。那也是蛮酷的，不同的场地会有不同特殊的功能吧？对啊，所以他 DLC 就是要卖这个，要不然就想说他不只是改场景，后来才发现哦，原来是有一些连这些都有。他应该，那你有确定他是一个人有就好，房主有就好，还是每一个人都有？啊、对，我们试过了，我当时我先买，然后就有其他人进不来、哦，所以就全部人都有。所以 DLC 就大家都得买。有一款我超想玩的，它是今年四月才出的维京人，它可以决斗，指定对手决斗。那、啊、玩呢？对啊，下一次啊，可以下，因为现在太多了。刚、哦、刚好现在那个夏特可以揪大家买一下。我是全拥有。哦，对哦，你跟阿静是一直买全。小朋友才选择买就对了。不要，我们要支持游戏厂商买。那我今天才玩。